我家走回来，我今年六十四岁，我住在这个，今天住在这个，今天住在这个医院里面，是因为我常常被江南大学合同那个江南区二次干来给我进行残酷的迫害，我死也让我好向江南大学管刑方的副校长邓元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改革问题。他们利用那个机会到四月份武汉挪我回家谈问题。对，我先来呀。对对对对，说上。那你是不是到开始说的都还行呗？我觉得他跟我们关系。他们呀，你们都来呀。你们呗，你们呗。我看你们俩都在一起。我跟你说的，我先冒皮包的。你不想冒？他跟我这个地方关系。哎，这个是我们郭老师。啊，我晓得，他会尽量给你。哎。带个小领导来看人家，特别是这个邓校长，还有我们一个校助理，现在学校的话呢，对这块工作还是蛮重视。哎，你要说的那个事情我晓得了，人家已经跟我讲了，因为我不是我不干，他自己倒不能够让我回来，我一回来，今天一回来就遇到那事，我蛮高兴，我相信他们的邓校长已经跟我那个了，所以我真的蛮高兴，我就说回来跟他们慢慢谈，是不是？我答应了他们。四月十五号在我家里面，江南大学开办公室举行礼金，等两人到我们一去了以后，我的家就被包围了。包围了以后，就是江南区国宝园区和太极所二七街以黄国华为首的。在操控的一种事情，黄国华在二七街里不许地把我整个围了面，社区的没得执法团队，把我给围了三天，到十七号，中午，园区国宝的园区就讲，要把你带去监控，那我们的上级。最大的领导要到你。
他先叫医生强行将我送到精神病院，我不去。这个时候他就说小问题，叫来，他说他就要带你精神去了，因为你二月二号啊，在北京跟中医跟中医谈理，属于违法犯法。好，我就讲，我说二月二号跟中医谈理全国都谈理了。那么在这个一个问题上哈，一时激发，所以因为他送我到精神病院，所以我恐惧到精神病院。所以我就讲，我说那你们要强行拘留，那就拘留。因此我在现在一些拘留区上都没有签字，我不认同他们那样非法，他们是用公权力在对我进行迫害。到了五月二十二号，到了第一看守所拘留所，五月六号，四月二十六号到的那个第一看守所，五月六号应该放我出来。但是一清早就把我的元气就把我从包里接出来，五点多钟到六点，他说沿着这个来接你去，他把我又接回来河间了，在这个里面被我一个人关在那个里面，十几个人看管我一个人，这个里面他们二七街里黄国煌江南区的新房局长王小琪，江南区的政法委吴书记谢永峰，他们联手起来配合江南大学来说，我们是集体决定把你关到楼上，集体联手，我们是跟你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来改变你的刑法问题，以这一派的那个手头来跟你聊，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正在感觉，实质上是在那个地方威胁，要我说那时候就是我们要我写，把我他那个司法局的一个椅子上有黄国华带来，他叫我一写，你不跟商场人联系，不跟媒体联系，这样的形式我们才在这，你就回家等待着，跟你改正，那么你就要写保证。他就讲那个保证你要写你自己自愿的，你回去以后不行去世，然后又去世以后就要跟二七街的黄国华打招呼，跟二七街的黄国华书记打招呼，说你要到哪里去。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一直一而再，我写了那个东西他也不放我，一而再再而三把我拖到六月十四号。这个时候我回家以后我身体不好，后来就聊起回家以后聊起以后，到六月十四号的那一天晚上起，黄国华到我家里还在威胁我，兄弟，小雨，你的结婚的时候你问了，我确实站在那孩子家打了两个手枪，你把我拿去揍，我们不管这事，你不要管我了，兄弟，来，干杯，走。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黄芳，我跟你讲，黄芳，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黄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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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想要的呀，人家不让他不是人家，不让他进来，不让他拿钱不多少吧？不要拿钱的，我们找到人了，人家是个好人，是，现在又活着挂着，哎呀，去哪里打点表啥的？我们这边在做，我们见不了的，这边找你，慢慢的还没打点，我找你，现在来找我。那是你之前是这样想出来以后是哪个想你看你其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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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样啊不是其他的那是真的包含你啊你有没有办法上哪什么花样花样的对不对我看你的我们是搞这个的嘛，就愿意赚点赚，我们也没想过别个赚。怎么那时候了解聊得上我哎？没得钱咱们。在什么钱在打针？多少啊？五千呢？你今天没有来了，你今天没有来了，你今天没有来了，你今天没有你们什么都可以吧？今天干的不累，这个老的来的，这回你妈也不到位，那个我到位，我拉的都急了，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是老的已经办了，他不管，他不行，我们在真老的，在这个位置的广州的比较好，广州的，他不管他自己，这老的还来了，他老的都没了，这是几个人，你在大哥，你在大哥了，一边惊魂，等于不上大学的。大十八年，你拿到我大学一块了。